我的挂牛神掌，哈！看我的金钟罩，啊！挂牛师弟，换我的咏春拳，看我的秘密防具武当，棒啊！你没想到这些日子以来，你的防守功夫变得这么厉害，连我最近看的叶问所学来的咏春拳，你都挡得下来。哪里哪里，我是向这附近的大树所学的。你看，他们身上不是也都穿着一件防护衣吗？我就如法炮制的做了一件铁布衫。你的观察能力确实不错。不过这些树木有如此的打扮是有原因的。现在我们欢迎森林小王子出场。哎，让我森林小王子来告诉你们吧。我们阿里山盛产块木，现代人养生的潮流下，这些块木也遭殃，因为游客常常去剥块木的树皮。带回家放着说会散发块木香分多精，连神木也被剥皮呢。林管处只好将这些被剥皮的块木用竹旗围起来，免得游客再施毒手。原来是这些自私的游客施的毒手啊，真是人心不苦啊。所以在此呼吁国人遵守。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带走，除了足迹什么都不留下，让台湾美丽的山水景色能永续保存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来 view 吧。好啊，看我的降龙十八掌。